花我没听到，我不懂。花懂都不懂，毫无反应。干什么？花花毫无反应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在高头。下不来了。过来。你别光喊，你别光喊。花花。这个表情就很，你看这个。我换个位置。我慢慢下，乖乖。他又坐到一个小树枝上面了。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会下，慢慢下。上去了，你走了。过来，花花。他又爬上去了。花花。哈哈哈哈哈。
从我们的角度看，就是一坨肉卡在那里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傻。那儿。那还有我说吗？哦。好嘞。还那么高、啊。花花，来，过来，花花。花花，来，卡都直接直播。主要是他刚好一个转头，你看。我操！是不是？这像我们挥手感觉是。花花，来。我就等着它掉下来。它会掉下来。这么紧张，摔不死。好嘞，花花，那珠子又跑出来，还要跑？你怎么下来啊？我摔呗。花花，来，好嘞。慢慢迈了，好舒服啊！荡着个脚。花花。好嘞，干！花花，花花动都不动。好嘞，我要笑死。他说靠你啊，这个样子。无语了，哎，喊了一句回来了。是花花的还是黄花？我爱听这个。欢欢。欢欢。欢欢。哎呦，这咋说？拿了一个棍子出来。好嘞。哦，拿了个扫把扫地，我以为拿个棍子。对着我，被他下来了，哎呀，他先下来了，他一坨肉掉了。
跟你的衣服一样。难怪他是这样设计沙发脚。过来，快点！哎，快！过来。休息哈、啊。花花。说我这眼不对称，怎么觉得他眼？我看好像有动物血型。下来喽。哦，识别不到眼部的话是有一个小框的。眼部一圈黑。哦，对，他眼太黑了，根本看不出来呀、啊。基本看不到了，我现在就只能给你们拍这边。现在看不到，因为我这个角度不行。哦，他踹了踹了，慢慢走，再走过去。累了，累了。我是爱的用头。